起司太猖狂，一个冷不防，香菜直接放到满，香气直冲脑袋瓜，太刚好矮黑梅森。今天来到高雄吃，无时无刻都是人气满满的大港三二牛排馆。梅森趁着廉价来朝圣，看这个牛排经过梅纳反应产生的色泽和香气，实在有够资格让我流口水哦。在炙热的铁板上放上奢华鸡蛋、大鸡脯、铁板面和鸡腿，这个也算是另类的亲子套餐吧。再来这个重头戏哦，超级海陆爆爆套餐，牛排加鱿鱼，再放上一整年份的起司量，这个真的是豪迈的放哎！再经过大火炙烧后，放上生蚝，最上面再铺满超神经病的香菜量，瞬间主角就换人嘞。这里的酱料采自助式，想吃什么加什么。先来尝一口以香菜为主角的海陆大餐吧。将满满的香菜一口塞进嘴里，香菜的清脆与牛肉的软嫩并肩同行，带领在前方的是那浓郁的香菜味，不瞒你说他们有点小麻吉哦。再来这个被称为鸡的一生的套餐，鸡脯、鸡蛋到鸡肉一次满足，这麻油鸡脯真的超好吃，爆浆的软嫩豆腐口感实在过瘾，这家分数很高哦，太嘎赶快去试试看吧，拜拜。Thank you.